我是长兴公司创办人高英思。那长兴公司呢，是在1964年开始创业，到今年呢，2014年刚好是50周年。那长兴公司是呢，怎么命名呢？主要呢，是因为希望它能长长久久，兴兴旺旺。那至于长兴公司呢，为什么要做树脂工业呢？这个油漆的主要原料呢是树脂。当时呢，我们台湾的油漆工业的树脂呢都是由国外进口。做树脂呢，对台湾的工业的贡献呢可能会好一点。当年的营业额只有142万。经营的企业文化呢，最重要的是注重的商业道德，要制造最优质的产品呢，服我们的客户。企业要永续经营呢，一定要守法、守信、守德，创造整洁优美的工作环境呢，让员工在这里工作。因为同仁呢，一天最宝贵的时间呢，8个小时都在公司，所以呢，公司有义务呢，创造整洁优美的工作环境呢，让员工在这里舒适的工作，而且要用心保障同仁的工作权和同仁的生活。高先生出生于台南县嘉里镇，家乡有一座台糖糖厂。当时他看见糖厂小火车在运甘蔗制糖，望着不断冒烟的烟囱，心中燃起一个坚定的声音，希望未来能拥有一座自己的烟囱工厂，制造日常所需的产品，造福社会大众。1964年，长兴于高雄正式成立，公司名称的意义是永久兴旺，英文名称 Eternal 也是恒久之意。以自产树脂为经营主轴，供应国内工业使用，取代进口。期间不断寻求机会与国际大厂技术合作，逐渐在市场站稳脚步。终于创办10年后，在高雄鹿竹乡扩大建厂，作为更坚强的发展基地。1977年供应单面纸质电路基板所需的原料，首度进入电子材料领域，为长兴的重要转捩点，奠定日后电子材料事业发展的基石。长兴持续与国际大厂合作，例如荷兰 DSM 公司以及日本三菱树脂公司，于台湾、大陆皆设立合资工厂，扩展营业规模，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迈向多元化经营。于1994年正式挂牌上市，迈入快速成长的另一个里程碑。1995年，由现任领导团队积极到大陆布局，至2014年止，以1年1座新厂的速度于大陆开枝散叶。目前于华北、华东、华南共有17座生产基地。2013年，台湾1000大排名为86名。创立于1964年的长兴材料公司，在台湾地区有3座生产工厂，分别是鹿竹厂、大发厂及平南厂。鹿竹厂于1973年正式投产，总面积约23公顷，员工人数约950人，厂区有4个事业单位，包括不饱和树脂事业部、特殊涂料事业部、封装材料事业部与电路基板事业部，以及一所实用面积3600平的研发大楼——长兴研究所。博硕士研究人员约170人。该厂区不仅是长兴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生产工厂，更是长兴公司重要的研究基地。长兴公司近年来致力于节能减碳，参与经济部能源局2012年示范案例，将长兴公司真实投入所换来的经验提供业界作为节能减碳的参考。大发厂位于高雄市大发工业区，厂区总面积约6公顷，现有员工约400人，于1990年正式完工。
主要生产制造光阻材料、平面显示器与触控面板产业用之光学模材，同时亦提供精密涂布代工服务。干膜光阻剂由长鑫公司自行研发成功，目前连同大陆、美国、日本及泰国等地，既有10个制造该项产品的生产基地，销售遍及全球，产能与市占率皆为全球第一。长鑫公司于1994年在屏东县屏南工业区兴建自动化合成树脂新厂，屏南厂总面积约8公顷，员工人数约330人，主要生产涂料用树脂以及接着剂用树脂。该厂也是长鑫公司海内外6个树脂制造工厂中年产能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厂区最大特色为采用自动商涂系统，为长鑫公司第一座电脑化、自动化生产基地，更获得行政院卫生署与经济部工业局颁发清洁生产及健康职场的绩优奖项。无论是生产管理或是厂区环保绿化，屏南厂堪称是长鑫公司的典范工厂。长鑫呢，用人呢是尊重同仁的专业，还有充分授权工作和他的专长。那长鑫呢，其实重要的企业文化是呢，善尽环保责任。因为环保呢，这个是一个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长鑫今年50岁了，在接这个职务，我认为在长鑫发展的历史比较重要的意义是，不是个人的一个接班呐、而是交给了我们的一个团队。我们要转换我们的体质，长鑫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会更名叫做长鑫材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会变成一个全方位的产业材料的一个制造中心。我很希望啊，接着下来50岁、40岁的领导干部呢，要更积极的去参与，造就一番比现在更好的一个成就。新的转型呢，在材料领域方面呢，以后要做的东西更多，像一些绿能产业的材料啦，在未来这些新的团队以及一代接一代新的人才的衔接下，应该可以在这些领域啊有更多的这个开花结果，让未来的50年啊得到更好的成果。我们要延续前人所努力建立的基础，让它能够再往未来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当每个人加入了公司以后呢，对这个公司除了责任感以外，还要有使命感。希望大家能够很谦虚，能够务实，能够也很有弹性的去从事自己所应该负责的工作。进入长鑫是30年前的事了、当时做了一件事，就去查字典，查 eternal 这个字啊，真的 eternal 这个字真的是最好。跟着长鑫的成长，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我把 eternal 这个字啊解释成永续经营了、建立多种的核心技术，还有发展对环境友善的绿色产品，掌握未来5到10年产品的发展方向，培养一个有战斗力、互相合作的团队。要在台湾的科技要深耕，就是一定要研发出基础。那我也希望，除了总裁讲的这个长鑫是一个守信守德守法的公司以外，我们也希望长鑫能够秉持这个研发的精神，能够为台湾的工业界能够继续的这个创造出新的产值出来。长鑫公司呢的今天的成就呢，我要感谢呢长鑫呢全体同仁呢，就是50年的共同努力，还要感谢呢我们的这个上游的供应商和我们的客户，他们的支持和协助呢，才有今天长鑫的这个成果。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呢我们的股东，由他们的支持
才有今天的这个成果。五十年来呢，我们年年呢，从来没有间断呢，都有配息给我们的股东。那今后我也希望呢，长兴的同仁呢继续努力，在未来的五十年呢，应该要创造更好的业绩，我们的营业能达到1000亿，这是我的希望。希望全体同仁共同努力。